喂，嘉欣，你还跟方弟在一起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我忘记带钥匙了，然后家里又都没有人，你可以过来帮我吗？该是时候放手让嘉欣练习没有我的世界。嘉欣，你先不要怕，你拿你的手机查一下你家附近的锁匠，请他们去帮你开门，没事的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嘉欣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锁开了吗？你要干嘛？我只是在寻方弟而已啊。他告诉我，要主动表白，不要隐藏自己的情感。不需要得到回应，不要让自己的青春后悔啊。嘉欣，主动表白应该也不是这样吧？可是你不就喜欢这样坦率的方式吗？我帮你叫车吧。好，对不起，是我失态了。东海，兄弟。东海，我已经请建宽的爸爸去探望阿姨了。东海，你该早点跟我讲啊，我爸认识很多美国的新疆权威。谢谢。嘉欣，我不说不接受吗？阿姨很开心啊，你要不要认真考虑一下这件事情？也是为阿姨的身体着想啊。